梦寐以求的事情，今天终于完成了。我老婆就在那边洗澡。不要，等一下，那水很冰，水很冰。我跟你想一下。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，大概多少题？你想象他是什么样子？辣妹，艳丽型的那一种。哇！哎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好饿。你看不是吗？点了吗？大家点餐，你怎么迟到嘞？我先送，我先送。我要那个猪头皮，猪头皮。猪头皮加一个。不是，你有没有点面啊？我点个牛肉面啊。牛肉面啊。哎。哦，那帮我加注一碗。好好，牛肉面加注一碗。对对。什么？牛肉面加注一碗。今天主题就是来去这边加注一碗，睡过我才知道它的好。好啊。这是哪的？牛肉面加注一碗，加注一碗的牛肉面。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进了女生的房间，第一眼你会注意的是什么？我比较注重那个味道，就是一进去如果房间很臭，哦呦，你不管这个女生再干净，或者是她长得再不是她这么臭，她怎么会干净呢？没有，有一些她那种房间虽然很乱，有没有，但还是香香，就感觉她衣服是干净。那有些很整齐，但打开霉味啊、汗味啊、潮湿的那种霉味，那就不行，臭味不行。李哥，我也是香氛啊，香氛很重要，香氛气味可以让人联想到很多的画面，是，对，会有一些粉红色的味颜色啊，或者是对很香就是粉红色，很臭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暗色系，紫色、芋头、大地色、大地色系，是一闻到鱿鱼味，我的老天啊，咸鱼味更糟了，咸鱼味有鱿鱼味，行，哎呦，你看哪里？我就厉害喽，好，表现一下，厉害哪里呢？哎，我看的是桌子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除了床之外呢，最常用的就是桌子。那你桌子就可以看出它的使用习惯是什么。譬如说，它桌上有很多零食，它就很爱吃东西。啊，如果是放书，它就爱看书。是，对。那如果 那充满蟑螂呢？哎呦，表示它可能有养蟑螂。有道理哦，有道理啊，对，因为蟑螂都在地上嘛，到底蛇到底在哪里？充满蛇可能有在杀，所以你一定就看桌面，桌面哦，这很难得哎，对，看干不干净，有的是那种很凌乱的，就不太 OK。那个阿翔，哎，我干嘛问内裤，内裤，先打开衣橱，对不对？第一柜没有，第二柜、第三柜总会找到，对，没有啦。其实一进去这个房间或者是他的住的地方，一定是 lounge 下。哦，就是看整体的，第一个一定是看到当下。嗯，你都看了？我觉得除了这个房间之外，还要看如果房间有厕所的话，还是要看一下厕所。这个蛮厕所细节的，厕所味道，然后凌乱，然后可能还有那种。嗨还是什么？哎呦，嗨神够，对啊，有那种绿绿的，或者是水垢那种青苔。你是跟妖怪在一起过的？不是，哎，有的女孩子真的家里有青苔的，反正比较脏，就是那种潮湿啊，潮湿，然后久了留下来的垢，有不起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夸张，当初你这样你也可以哦。没有，他还好，你还是住的，还好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看哪里？像我一进去，我一定是先看电灯在哪里，然后开灯了之后，我再看清楚他家在哪里。好笑，幽默吧，对不对？要开灯嘛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就看鞋柜，味道开什么？鞋柜哦，女生有些鞋子，她那高跟鞋嘛，如果她脱得很快，什么那个鞋垫、足癖、鞋垫翻出来了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那种什么纸垢啊，什么那些什么东西的话，清除大队，我就会觉得不太 OK。就是对你处女座，对，她就是鞋子要规规矩矩放好，干干净净这样，有没有味道那无所谓，因为有什么？那你应该留在部队当班长啊？不用。女生吗？嗯，床。哎呀，尤其是看还是睡，直奔床的舒适度，一进门就直接看，就先试坐，才知道待会的招数。进去就没了，进去就看，进去就其他你根本不 care 啊，你要去 care 他的生活干嘛呢？是，你们等一下的战场不是，你们等一下生活的就会在可以坐在那边聊天，就一坐下去。哦，不行，第三招跟第七招这个床不能用。跟战力搏击，有道理耶，对啦，不要伤害。还有柜子。柜子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一个女生真的很干净的女生啊，她
他是连柜子都干净的，因为有些脏的哈，比如说他知道你要来嘛，男生他知道你要来，他就全部东西就塞进去，然后扣，然后就当作很干净啊。可是你一打开，啪，像三崩一样。那如果叫啪三崩，你会怎样？我就说你看吧，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你跟他讲。对啊，就是因为他可能就会说，哎，你先等一下。通常会说你先等一下，那就表示他在收东西。在整理。对啊，就是你第一次到人家家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打开柜子。你以为打开完了再坐床的？哦哟，那康哥嘞？康哥是注意什么？对，女生家，我没有去过女生家。对，喂，真的，你刚来到这个世界吧？不是，我为什么要去女生家？我都在我家啊。没有去过，你用叫总有吧？叫女生来家里，很合理啊，用叫的不方便吧？哎，今天呢，他们纷纷为我们出任务。哦，首先第一位，我们派出绝对不是谁，他是异想，好惨，好惨，是谁？我们看一下异想的 VCR。是的，国光帮帮忙特别企划，今天要来女生家睡一晚。各位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，今天终于完成了。听说女生外出工作不在家，所以呢，我特别透过管道拿到了她家的钥匙。小偷啊！哇塞！哎，这，我看一下。哇塞！哎，他们家好高级哦。哎，各位。寻找身体，宝贝，我们可以一起探索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寻找彼此的身体。哎，这个沙发舒服哦。哇塞，哎，太享受了吧！而且，你看，抱枕，这该不会是他的抱？哇，我从小就幻想可以跟2D的人物结婚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，这个设备厉害了！我跟你讲哦，他可能是这种做直播的啊，或者是那种实况组的，而且还两台哎，好棒哦！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间，这是他的房间，哇，有种香味，哇，好梦幻哦！很干净，这家好棒哦！啊，宝贝。快睡觉啦，不要想太多。那你要抱着我，好，我抱着你，不要再拍了。啊！你看，长，这是洗的哦，好臭！哎，好多哦，对，而且等一下，里面还有哎，老婆，你这样不行啦。以后打扫的工作就交给我就好啦。我觉得呢，有时候对女生呢，不要太多的幻想。我觉得她们还是有实际的一面。为什么牙刷会放这里啊？刷牙的吗？刷马桶？就是对，等一下，这可能是刷马桶的。其实呢，我自己也很对，因为我想说难得来嘛，那其实我就体验一下她用的东西，因为以后我们也要一起生活嘛，特别需要。刷完牙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一个浴缸对女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反正她晚上会回来嘛，所以我觉得我先帮她测试一下水温。宝贝，赶快回来吧，跟我一起泡个澡。你看你的腋毛，真的泡哎。是，等一下，那你觉得她是什么样类型女生？第一个，我觉得她就是像那种我们很喜欢的宅男女神，因为她喜欢3C啊、动漫啊，跟我们生活都很贴近。是，我觉得她是电竞，是，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两个荧幕，哎，有可能宅女那种，她们大部分会家里蛮乱的，哎，她严格上来讲算干净，算干净，而且明亮，对，对啊。来，我们来看建议，哎呦，来了，哇，哎，好期待哦。异想可以哦，这是老婆，这是老婆，不是在家要转车吗？有一点大，真的有，对，侧面的这位比脸，木兰飞弹，瘦石骆驼，哎呦，这个鞋子腹动的部分可以啊，腿可以啊，可以耶，白皙白皙，白皙，哎呦，手指也漂亮，真的有扣不错，哎，哦，头发漂亮，乌黑，哇。
身材很好。不是你可不可以转转一圈？你长得非常漂亮，但你的玉佩会不会太多？玉佩？你本身是亲王府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结果他不是我。她是公主，公主啊，公主府里啊，凯奇公主，欢迎凯奇，哎，凯奇欢迎，来这边请，没有，来，这是什么？就是他说，因为逸翔，我听他说想跟二 D 结婚，二 D 人物结婚，所以我又带了一个全新的送他。这是你啊？哇，这是我的，他是做成卡通的你，哇，凯奇，专属他的，请问他的三围是？32E。32E哦，你而且完全是照你这件衣服哎，对，哦，真的连玉佩特别都一样，穿一样的过来这样，哎，哇塞，哦，他是他人在这边，全新的，他的屁又是原味了，想说他抱过，那请问一下，那你到底是做什么？我是做电竞主播，玩电竞的哦。可能对于这个环境整洁，稍微会疏忽了。是通常是有可能泡面啊什么，吃完就睡着，肯定忘记丢，摆很久。那你的房间还算干净的？对，因为我一个礼拜一定会整理一次，因为家里还有猫毛什么，我很容易过敏。对，小时候就会整理。所以你过敏还养猫？就捡到了，不然。爱心哦，你太有爱心，怎么会捡到猫？这个太好了，想养猫，没有人想养一只猫。对啊，快捡我！各位先生，没有人格。我们是农委会的，我们要抓流氓。这只猫太丑，真的没有人格。骷髅猫，对呀，你的猫总叫骷髅猫。你的男友本来你自己的幻想的大概是什么样子？比如说身高啊，还是财富？身高应该不用要求吧，应该就是要幽默。幽默，那找错人。体贴，你刚那个体贴，脾气好，脾气哦，脾气好，好极了，超好的。对啊，我都不会，他们怎么讲我都不会生气。喜欢小动物，喜欢小动物。我今天还有带一个小动物来，你来。哎呦，厉害，特别为你准备，你自己把它拿出来好了。哎呦，浪漫哦。哇，亮快，哇，你脚亮快，哇，我那咖喱都开转，你敢打我？哦，这转好亮咖喱哦。对，我靠，搞你神到了，太该死我！过来，你看麦，我今晚卖台爪啦，今晚来台这边凯奇对吧？哦，过来，快来，我叫欧凯奇，快来白叫白凯奇吼，今晚陪人家凯奇来吃咖，咖夫的吼，客来金。搞砸了啦！不一定，你问凯奇，他其实有笑啊，对啊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他翻白眼这种比较没有动了，对，没有不行。他约你去吃饭，你会给他机会？我是喜欢幽默贴心，可是我喜欢年纪大一点的。哦，他说委婉的打枪你啊，你今年60几了，我也63，再两年就可以买我的票了。对，老人年纪，你快退休了，不用提，你们都看不出来吧？对，老艺人，老艺人，胡说八道，伸手算矫健。你大概觉得几岁？你觉得比较成熟？我觉得大概要近30。三十，我三十。你太夸张了，你跑太快了，不要，你就是不要再跑了，你歪了，好吧，枕头了，你要枕头了，抱枕头去就好了。那我们可以当好朋友一起玩游戏，哎，这样就好，好朋友开始，对啊，会玩，对，不要急，会啊。我会玩，像我最敷衍你，会玩，理智消沉。没有啦，对啊，现在已经走心了。你爱吗？我以前比较爱啦，说真的，那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可是手机游戏还是会玩一下。他很壮。哦，真的壮，很壮。最近已经被打僵了，还要肌肉。耶！没有啊，壮可以哦，壮我加分。有加分，就没脱了。哎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加分，你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，好壮哦，很壮，精壮，那个真的精壮。最近有流行那种裸体打扫，你知道？啊有，裸体打扫，快裸体，快打扫，快点，哎，不要，你擦地同时肌肉要，福利挺身那种感觉，擦地，会不会？没关系啊，算了，越弄分数越低啊。而且我想他很自爱，他通常的时间都在做善事。
哦，要不然就是在教会里面。是哦，啊，教会，教会，他真的，他是教会的虔诚的基督徒。我平常在教会不乱跑，我要么就是运动，要么就是去教会这样。健康哦，健康。所以你是道教。我等等，他本来是基督教，宗教都搬家，又要改。先考虑 ，OK 啊，哎，谢谢，耶，成功，谢谢。赶快让他做饭，一想忙起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哇，好忙，好累。接下来阿虎换我了，请看阿虎。好不好？来去女神家住一晚。今天终于轮到我来女神家一搏二十，好不好？一搏二十，我打算要在那边借宿一个晚上，然后直到明天才离开，顺便看一下这个我未来的老婆她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。一进来就发现，其实这味道还不错哦，可以看得出来她就是一个哇，行情很好的一个女生。这是她的吗？哇塞，看到了吗？现在女生还行情都这么好吗？难怪我到现在交不到女朋友。这应该是 G， 哎，为什么会有女生把袜子塞在鞋子里面？偷吃的。哎，真的完全，哎，完全没有味道哎。是。厕所要看一个女生，你就要看她的排水孔，好不好？我老婆就是在那边洗澡。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水很冰，水很冰。我跟一翔一样。你看，这是一个爱干净的女生，你看，一点毛发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哦。再来第二个重点，马桶都没有。What's this？ 你要注意好不好？就跟你说，平常要靠近马桶一点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哇，这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留头发吗？哇，他这个毛发已经发霉了，你有看？而且有头皮屑，你有看到吗？哇，真的脏，来，给你拿去玩。所以就是这位女主人卧房，很厉害，你看，全部都是名牌，全部哎。哦，哇塞，穿这个睡觉。这是会激突的那种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那个啊，每个人都那个背，对不对？这应该是那个背，就是说睡觉一定要。哦，这好臭。对不起，真的好臭。还有那个奶香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小朋友出生那个奶香，他应该是从小抱大。OK， 今天我就要在这边就寝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已经做好所有睡前的准备。待会呢，因为老婆今天不在家，我就跟她的小贝贝，好不好，共处一室。OK， 那这边老婆，我敬你，晚安，我睡了。为什么弄来像牢房？不是阿虎，你怎么会就是这么低胸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大幽灵？对对啊，因为轻松啊，我回家睡觉的感觉啊，穿睡衣睡衣嘛，睡衣。你这样子，你觉得这个女生你的想象是什么？因为我看她的行情，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要那种感觉是千金气质的那一种。哦，就是白白净净，然后可是感觉是有受过高等教育，然后出口讲话都是那种 A B C 的腔调，应该是要这种家世不错的。对，因为刚我觉得她看了 OK， Two Tiger， Yeah， Let's go to 睡觉 sleep in now。我说 Two Tiger 是 Two Tiger， 谢谢。很坚硬，有点紧张。哎呦，哇，你那根吓到我了。哎，这个，这感觉是娇小，这个头发是蛮浪漫的嘞。它是小只的，长发，长发，哇，很摇哎，很摇哎。哎呦，哎，有洋派哦，浪漫卷，浪漫妖艳哦。哎，这，哦，亮头发，我头发法拉头，哇塞，这个鞋，哇，这个有 sense。哎呦，有白可以，白哦，哦 OK， 瘦也有，哦很瘦，哦哇，这个气质好，气质可以哦，这个哇，这个气质可以，这个互动性好强啊，抓很好，张立东你干嘛踮脚？可以转一圈吗？哇塞，这个是鲫鱼吗？这是鲫鱼，好香哦，它这样转一圈就香香了，一二三，欢迎潘潘，哇。潘，哎呀，哇，厉害厉害！
嗨，潘潘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潘潘。哇，还有质感的香气。潘潘，潘潘，哦，你好香哦。他家也很香。对，我家一定就是要充满香味，香香，就是我的厕所啊，然后客厅还有房间一定都要有芳香剂。可是你的生活品味非常的高尚，真的。对，因为。因为我从小就是家里家境不是很好，然后就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很认真的想要赚 钱，对，然后希望自己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是很认真，从大学的时候就是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认真在赚钱，对，然后可是你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好姐妹跟爱慕的人送的，我不太会买奢侈品。爱慕的人送的，对，我不太买奢侈品，车子是我自己存钱买的，对对对。可是那些什么包包、名牌那些东西，都是好姐妹或是爱慕的人会送。对对。那你说家中整洁，就是跟风水跟能不能赚钱有关系？哦，对，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个非常邋遢的女生，就是me too， 就是我进去啊，我进去，我家一打开门是没办法踩到地板的。就是可能家一打开门空的，对，我讲过，而且500看我家没开，哎，对，就是可能要去这边跳一下。领导，你查了，可是完全这样了，对啊，就好像被翻过，而且讲到小康，领导查了，真的，可是你们这样子，这样子还是厉害到我们知道东西在哪。当然，当然，对对，就是要用跳的，就找不到地板在哪里这样子。可是因为我前阵子事业还蛮走下坡的，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占卜跟塔罗师，我会帮人家算命，对对对，所以我有信很多就是老师，然后老师就是有跟我说，就是你们家真的太乱了，就是乱到你心没办法静下来去想，真的想很多事情。那这样讲起来的话，逸翔应该事业很顺利啊，因为你家徒四壁，你进去就一个人这样，好干净的，毫无牵挂，对对对。还要跟人品有关系吧？看一下人品，每次都哎，海气飙升。哎，你为什么每两个礼拜要去马来西亚？在马来西亚那边有自产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今年的时候在那边跟黄明志合作一下。明志，对，跟他一起拍那个 MV 叫《醉蝶》。演什么？对，我在里面是演妓女。哦，对，就是。哎呦 ，Jennifer， 哎呦，特别演出潘潘。我是女主角，里面的女主角。哎呀，对。虎哥，哎，虎哥今天带来读心术，来的话还是要表演一下才艺。我刚好最近学会一些新的才艺，好不好？我来变一个，我来变一个，很懂你的撩妹魔术，很懂你，主要是很懂你，好不好？当你说停，好，我们就停在那一张，我不用看，我看你的眼神，只要你看就好，我不用看，我就可以知道那张牌是什么，好吗？来哦，喊停哦，停。OK， 这一张，这一张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。好 ，OK。观众都看到哈，来，看着你，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手借我一下。哇，各位，这张是梅花 Q， 掌声鼓励。不是，你把它丢下去，你是丢下去。你给他飞一下，梅花 Q。啊。OK， 很厉害。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，就是我不得不讲手法拙劣，拙劣吗？我觉得我也会变的，因为我不得不说，今天准备的扑克牌实在太大张了。好吧，不好说啊，有心有心有心啊，自己剪一下好不好？麻烦收起来，因为我们现在最近工作也很吃紧。哦，那你要表演一下那个什么东西？好汉。好汉变笔型哦，是不用啦。你有在追求这一块吗？不怕痛，你可以表演一下。没有了，下次可以看一遍我精彩的视频。谢谢。好了，你看接下来这个被，对不对？被李洛阳去，哎呦，转到基本上已经赚到。哎呀，不要说，哎呀，啊，李洛阳。今天很开心，国光帮帮忙竟然安排了一个这么有福利的单元，来去女生香闺家住一晚，究竟香不香？哇，我好想赶快进去看看，应该是这间没有错了啊，要纸巾在我手上。OK OK， 哎，他坐起来怎么比较帅？没有，我们是一样的套路。对啊，好的，作为一个居家收纳的达人呢，首先我要对他的客厅先做一番小小的评论。嗯哼，收纳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收纳，我觉得。这位朋友，哇，这个烂，这个好乱，这个蛮乱，这多乱，哇塞！他还想要一件简单的羽绒背心，就想要遮住这一切，是否太过天真了？
女孩，行，哇哈哈哈。盖住所有，盖住他，我盖不住啊！我相信认真，他是真的想要用一件羽绒背心。你看我都没有碰哦，上直接哇，简直像这个哇 ！OK， 里头还有一条抹布、抹布、阿姨，哇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啊！哎呦，啊，不是。到底是插哪里可以插到这些东西啊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厕所马桶，马桶，他们愿不愿意刷马桶这件事情？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嘞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蛮紧绷的，这个东西我就不稳了，各位。哇哇，真的假的？可以，它废墟吧？能不能？房间应该全部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看起来都非常的干净，好一个纸袋，啊，康士美，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，怎么？怎么了？这个东西呢，我想要，很棒哎，各位同学，这个来看一下哦，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，大概多少钱？哇！哇塞！真的吗？越来越想看到这个女孩的本人了呢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。从上楼到现在，检查到床头柜，98分。好，还有什么呢？一些装饰啊，对，饰品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这个，看那个小，看那个小粉红，小粉红啊 ，Pink Lady，Pink Lady， 它是一个。哇，这是一个，这是哇塞，算是一个促进身心灵按摩，这个舒心姐喜欢的一个道具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的天哪！刚刚那边是98分，到这边直接补满了满分，100分，就是你了，我的天哪！好的，今晚就决定去治他了。啊，对，等我睡觉的时候，他就会躺在我旁边。嗯，啊，谢谢你啊，给了我这么多的惊喜，我觉得我一定会有一些。很棒的画面在我的梦中与我相会，哎，这样脖子会不舒服吗？还好吧 ，OK 的，没问题。哎，好好哦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同样一件事情呢，洛阳做就不一样。对呀，对，对哦，好好玩哦，就是整感觉就是高尚，质感很好，是偶像剧哦，质感提升了。就刚刚我们都不觉得那房子脏乱，对呀，对啊，连马桶都是干净的，这也太夸张了。你想象它是什么样子？我觉得他应该是，蛮走，应该就是辣妹啊，艳丽型的那一种。艳丽艳，对，因为从他的一些也是包包啊，整个化妆品的感觉，感觉蛮活泼的哦。从他的性质，应该是看最后那几个东西吧。对，很活泼的，他的气血应该很顺，是活，因为他常常在按摩，血液循环应该很好。我们应该观察一下康哥的这个反应，怎么了？那刚刚看完这个本人的，这个没有功力是不能偷看的。啊！没有，因为刚刚气他被他吸走。哎呦！哇！赶快一起！哎哎，这不会，真的，我也能整。他是姥姥，是不是？白就瘦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请亮灯。哎，哇哇哇！这一套，哇塞，他很会玩光影哦，光影大师。哎，头发有点微卷，可以。鱼口鞋，哇，才会，才会，他很瘦哎，他好瘦哦，哇，好细，哇，又长了，哇，没有，太短，太短，哇，哦 ，Oh my god， 哇，你看房间长怎么样？得分，得分，来，欢迎 ，Kimi， 来了，你是三围是？34:1，然后。26:34，你那个粉红色是几瓦的？但是交换礼物啦，之前朋友送。哇，好借口，好借口，就用一阵子会跟大家交换，都是这样子。我没有用过，一定是交换，我没有用过，是用，没有用过吗？没有用过。洛阳有，你怎么不用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个就是你知道啊，床头柜那一叠，对啊，那个，那应该不是交换礼物了吧？那也是交换礼物，之前男朋友留下来的哦，合理啦。请问你单身多久？可恶，不到一个月。哦，单身啦，哦，那很正常，那很正常。我们要推崇，对，我
我们要安全，是真的真的，就像饿了想吃饭一样，真的真的，你家里就是，哦，就是饱满，哦，就是几乎就是把东西都可以放在看得见的地方，嗯，你有在去清扫它吗？整理？对啊，那一点，那你看起来好像都不整理，对啊，那个背心这样子，没有，比较少，因为他刚刚。情商，还在情商，没有那个心，先搞得一团一样，心情也一团乱，绣球都来不及了。请问一下，你喜欢唱歌吗？我吗？我唱歌难听哎。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，不要这样想。会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最喜欢听难听的。对啊，嗯，怎么会难听呢？今天要带来的歌曲。我爱唱歌，可是很难听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平常最常唱的，平常好听的，好听的，我们听多了。对啊，我们就是要你这种最自然的。对，真的唱了。唱起来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。不是，你可以唱歌，不要 rap。你在念歌，口白歌。我在唱歌。紧张。这曲是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，林俊杰，林俊杰，林俊杰，哇，哦，好吧，那还是别唱哈，会跳舞吗？不会跳舞，不会跳舞。你的男友，你最注重他最好的条件要什么？干净。你希望他干净，是顺便帮你可以整理家里。我上一个男朋友超级干净，哦，真的洁癖，他每天都会吸地板什么的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要走这一方面的话，尽量找处女座的。嗯，可我上个男朋友天秤座，天秤座，天秤座也可以，因为处女座之后就天秤座，接近了，那也可以找天蝎座，再来就是天蝎座。可以问为什么分手吗？他说不适合，不适合，不准时。你觉得不适合？你还在？他出不来，他会不会不想打扫了？有可能吧。对，他是不是有点？我会改，我真的会改。好，不是，他怎么有点打扫打扫，老子不干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适合，回来跟你在一起，跟你说你要把房子整理好，对，整整齐齐，我才要回来跟你见面。你会就为了他吗？我会请。哇！你刚说，结论是这样，结论是还是干净，干净就好了。OK， 找方法吧。那现在就我们借这个机会了，有没有什么真心话想跟他讲讲两句？我会干净一点，然后会改，想要跟你和好。啊！哇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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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爱啊，浓烈，在电视上这么多观众面前，他讲的是。气壮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完全没有在，好，不要哭，哎，对，不会哈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你也在念歌啊？就希望说他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的播出。我跟你讲啊，男生有一个女人这样爱着他是幸福的，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男的也要回头再想一想，你愿意为他这样改变，那个是，哦，非常。非常伟大的爱，哦，男生也要想想，不要搞得跟白色外套那个。说谁呀？好，希望他能够听到你今天的祝福，那也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回应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请坐。哎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还有，有，还有一个外景，好像还有一个外景吧。还有一个外景啊，哎呦，还有一个很精彩的外景。那可不可以快走？嗯，来一个。哎，工作好累哦，国光又安排我这种很累的，说什么要去什么女孩子漂亮女孩子家睡一晚这种很累的企划，我真的是，我的工作真的是，哇塞，他一连串这个迪士尼娃娃这样子铺陈过来，吼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带了一只这个要睡觉用的娃娃，这只是我常年陪我睡觉的娃娃哈，但是它已经不是白色，它是有点米黄，但是这米黄娃娃放在它娃娃旁边，好干净啊！不太敢开，因为刚才外面的这个状态，我怕一打开应该会煽风。哦，安全裤。安全裤需要这么大声吗？安全裤，安全裤。穿过的，穿过的安全裤，厉害了！还没梳到头，这个毛就先弄在脸上，谁受得了？谁受得了？
耐人寻味。这只熊哦，大熊就算了，它的腿中间痴痴等待主人回家的熊，痴痴熊，痴痴熊，可爱可爱。哇，这个哦。阿姨，污渍，走，没有口水味，它真的是渍，透明的，透明的，透明的，可爱可爱可爱，这样很 OK 哦，穿过的，哎，它厕所的这个怎么会这么脏啊？哎呦！这个上帝的禁区，基本上男生是没有办法进来。这个是哪里？禁区就是这就是裸女才会进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正常来说，嗯，这里应该是会有毛发，然后是稀疏的这样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女主人是吗？她有毛球。哦，那绿绿的。哎呦，不行啊！这是狗哎，这个东西有时候这个下水槽堵住就是。他黏住，他黏住的。怎样？门开了，门开了。是。Hello， 你好。我就是在等你啊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所以，我有你家的钥匙，你是另外一个室友，是会。会回来吗？所以这个地方是住两个人啊。对。那你们平常睡觉的时候是睡？睡一起。你们两个睡一起？对啊。哦，那我今天我就只能睡在一起。OK， 那就跟来。你想象他是什么样的？哦。但脏乱这个部分大家就不要讨论。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缺乏安全感，因为他的床上有一只超级大的熊，比康哥大两倍。那为什么要我来比的？因为你是最大的比例尺，你是比例尺，比例尺，就表示他需要一个那种温暖的那种熊状的背弯。那你觉得他外表长相走哪一种？外表，因为感觉空间小小，我觉得是那种小巧玲珑，然后丰腴丰腴的。请看剪影。哎呦，瘦，完全猜错了，怎么搭不太起？哎，这裙子，对，裙子会拉你吗？可以再一次吗？哎呦。我绑带的皮肤超白，这跟室友有落差。哎呦，红衣小女孩哦，她各有特色。先转一圈，哇，很白哦。手毛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可以，不错哎，可爱哎，红衣小女孩啊，讲给谁听啊？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比特。比特，比特就是几年打扫家一次啊？我平常真的工作很忙，所以很少在家里。那但是我还是就是一年会打扫一次。一年也是过年打扫。对对对，过年前就是过年前。你的工作是？就是到处外拍啊，然后回到家就是直播。哦。对，所以就是到家就是躺在床上，然后就直播，所以。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床上工作了。可是你们两个人睡同一张床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为什么会这样的室友？因为我们感情很好，而且我们也都是坦诚相见啊。那个睡衣就是其实摆在那边，没有摆在那边，就是也懒得穿。是室友啊，对啊。可是这样互相碰，互相不会想吐吗？不会，不会碰到对方，因为床蛮大的。很滑，对，床蛮大的，所以不会碰到对方。对啊，可是你不会觉得想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吗？自己的床啊，自己的空间。因为我怕一个人睡，对，所以他不在的时候，就是那只大熊会睡在旁边。没有安全感，跟你讲。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那他的生活习惯是跟你是互相的回应的？我觉得他比我脏一点，因为平常家里的垃圾都是我要出门。我要出门前，我一定都是把所有垃圾收一收，然后拿去丢。对，我一定会丢垃圾。那他吃掉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受伤？我
我不知道。对，就是说这个排水口，你们不会觉得哎奇怪，怎么洗澡最近渐渐淹起水来？对啊，洗澡应该是每天要做的事情。因为我们两个女生都不会清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清。我因为手这样不懂啊，洗完澡就捏。跟我一起做，来做一次。OK， 可以的。懂了，嗯嗯，懂了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男朋友，不然就可以请男朋友去帮我们清我们那个洗手槽。没有，会把你是男性，不是男佣哎。不是，等一下，就是说，你多久没交男朋友了？两年了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幽默。幽默。嗯，然后要高。要高，幽默要高，要高，什么个儿高。OK。最好年纪再大一点。大概大多少？至少十岁。至少十岁。你几岁啊？现在？我22。32。32就可以。32，那这你。踮脚干什么？没有脚穿了，我脚穿，我脚穿。偷踮脚。发现了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在这里面，以外表、长相、穿着来讲，哪一个比较适合？比较跟你的那个理想中的男子比较吻合一点？老虎，你是摸起来像熊。哎，这个吗？那个摸起来像熊。哎呦！我再看一下吧。对啊，我也可以买一件那样的衣服。对啊，你们好可怜，你们看你们。可以，长相也可以。可以啊，就成熟啊，成熟。而且我今年刚好32。那你讲个笑话，他要幽默哦，幽默是不是？幽默是，就是那个绿豆跑一跑跌倒了，然后他就变成什么豆？跌倒了，变什么豆？他就变成啊，你说吗？红豆吗？没有，我比你早先讲是红豆，对，因为他流血。好冷，真的很冷。对，才变五十是怎样？他变一下，电啊，绿豆，不可以啊，绿豆跌倒是刮比较好一点，刮豆啦，五秒，五秒，这好恐怖哦，七。1 2 3张立东，你真的很厉害！哇，你就一个3秒，一个2秒，加起来5秒，真的很厉害。可以。哇，你们是不是加强电量了？地球还没有玩？哎，不，我看过那一集，讲个笑话，他会导电导过去。对，这样导过去了。那刚刚的笑话好笑吗？不好笑，哦，没关系，那不会啦，你刚刚的电笔很好笑，对，电笔可以吗？电笔可以，要再一次吗？要不要再5秒？好，再5秒，是可以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可以，哇塞，开始。1 2 3 4 5有来电，这样有来电，勇敢，对，勇敢。我跟你讲，为了一个女生降电，命都不要了，对，因为你也值得。你想愿意为凯奇来来吧？可以啦，试一下。其实我没有，可以，看一下15秒，可以吗？来，为了凯奇哦，这太硬了啦！不会，来一杯，5秒，预备，起，1 2他一开始，是好像按电动玩具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按住，后来就按笔芯的，有没有倒进来？哇，好，简单的交谈，够，收笔，好爆完，好笑，你想要试试这样？你想要试试看？你也想玩，对不对？要不试试看？你才只能电电一秒，你看1秒，而且刚刚电，他们是演的，我根本没电。其实我刚才在想，1 2 3啊。哇，真的有哎！当然了，我听我们演的，你以为我们是演？他们演技没那么好，说实在的。刚刚原本以为有5秒钟哎，有。Man，请坐，谢谢。就是哦，就是今天那个谁讲，潘潘讲得很好，就家里面哦干净，其实带给你的时运是不一样。哎，对呀，家里面脏乱就代表说你的心。是跟着乱，对，不管男生女生都适用，好，尽量把自己家里环境弄得好好的，回家以后干干净净、舒舒服服的，第二天才可以有个好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天。真的，今天谢谢大家，谢谢。